好吃吧？哇塞，你有眼泪，你要不要停？你要吞下去，你没有吞下去。完了，小心小心嘴巴，水喝进去越苦。嗯，小心。我们要检查啊！你的腿。不要被他们看出来，再苦也没有你人生苦。妈妈最近有演《寻路宝贝》，好快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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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水平稳定。我都好会演哦。哇塞哇塞哇塞！我们婆婆组首先登场，嗯，他们要吃的是什么？甜甜的卷心酥，巧克力的。好，另外两个是黄连，就可以降肝火的巧克力。苏燕佩先，耶！那你们翻白眼看。那我们要蹲着还是趴着在翻白眼看？吃一个就可以了。不用吃，不用吃。哦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制作很厉害。看不。其实看不太出来，看不出来吗？嗯，但记得嘴巴不要张开哦。他们最喜欢看细节。完了，这是好吃吧？哇塞，你有眼泪，你要不要停？你要吞下去，你没有吞下去。完了，小心小心嘴巴，水喝进去越苦。嗯，小心。我们要检查啊！你的腿。钟经理，来看钟经理，想看我，口味很特别哦。我好想看你，朝思暮想。小心不要被他们看出来。再苦也没有你人生苦啊。妈妈最近有演《寻路宝贝》。好快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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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水平稳定。你摇头是。我没有吃到，我没有吃到。小心，小心你的嘴巴，真的很苦哎。嗯，超苦。好嘞。王佩嘉准备。超苦，好苦。你们塞得很满哎。我都好会演哦，真的。对啊，塞。哇塞哇塞哇塞。这好像更最苦哎！我被你感动，你那个痛苦竟然压不下来，我觉得你真的演得很好。钟欣凌跟苏燕佩选一个，我是比较好奇，是虽然说嘴巴不给人家看，可是你们也可以讲话，你在上通告知道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可以捂着讲，捂着说，你可以捂着讲，没三个好像。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？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我演苏炳爱。我演 CEO， 我演婆婆，苏林彩香。苏燕佩，你觉得苏燕佩啊？对，我也觉得是苏燕佩。对，你觉得她吃到巧克力？她刚刚有一秒的迟疑。如果说没有看那么两的话，你能演的蛮好的。哎，你是说演技比不过这两个？不是，因为他们两个，挖坑你，请教。而且他又第一个演，所以他不知道到底有多苦。对，他不知道有多苦。我大家有共识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猜拳，输了过去吃他的，来准备。剪刀石头布。我觉得杨明威会出来。剪刀石头布。都挂号信了。你觉得说真的吗？一口，一口，直接吃哦，咬哦。甜哦。甜。碎。怎么那么厉害？怎么那么厉害？我可以吃一点苦的，吃一点苦，超苦。你不要演吃一个，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演，你就真的知道怎么演的。要超苦，全部真的超苦。大不我就是很爱吃苦的。你可以吐掉吗？不行，吞进去对身体好，这对身体好，就不会中风了，我没有，我没有东西吗？可惜，前面还好。
痛苦就很真实。